希望这些影片题目可以让你有更多选择。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容易获得各种娱乐资讯，包括电影。然而，当面对大量的选择时，有时候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选择哪部电影。因此，在这里，我们提供了几个有趣、好看、吸引人的电影题目，希望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选择。首先是《魔法黑森林》（Into the Woods）。这部音乐剧将多个童话故事角色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故事世界。观众可以看到灰姑娘、小红帽和理查等经典角色在剧中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并且还有充满魔法的场景和音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是《双子杀手》（Gemini Man）。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特工发现自己被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杀手追杀，后来才发现那个年轻人竟是他的克隆人。这部电影拥有精彩的动作场面，还有深度思考人性和科技进步的主题。第三是逃出绝命镇 Get Out。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黑人男友前往女友的家乡拜访，却发现整个小镇有着神秘和邪恶的秘密。这部电影将惊悚和社会议题相结合，让观众思考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同时还有精彩的情节和结局。第四是末代皇帝 The Last Emperor。 这部电影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生活，从幼年到流亡，并在他成年后被共产党政权收押并受到改造的故事。这部电影获得了多项奖项，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是一部融合历史、政治